我想到了一首歌，这首歌虽然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我没有听过，但是在我在培训的那个阶段，培训时期，这首歌非常的应景，也非常的鼓励我鼓励我们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小新给我听的，然后他因为这是一首粤语歌，他一直咬不准那个发音，然后他就问我，其实我当时我也咬不太准，但是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教，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然后那首歌的歌词呢也很符合当时的我们练习生然后出道。这首歌名的名字你们猜是什么？好，别猜了，十七岁，刘德华的十七岁，刚好我在进入公司培训的那个年纪也是十六岁左右所以第一首歌我觉得要有意义的歌，这首歌在我的那个年代又是在我培训的那个时期，第一首十七岁送给你们。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诸葛太突然。廿九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喜欢我别遮脸，引诱头人发现，整观唱用心巴借情碎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饮街起碟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好紧张。喜欢我别遮脸，任由头人发现，整观唱用心巴借情碎歌声中轻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饮街起碟拍子改变，年月变淡我未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饮街起碟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如今我三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依然到今天，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第一首我太紧张了，怎么这么紧张？有点紧张啊，这首不算啊，这首等一会儿我好好稍微放松一点，还行吗 ？OK 哈 ，OK， 既然你们都吃过饭，那我就不担心了。然后接下来呢，到了千禧年代，千禧年代呢，我那会儿正好在北京舞蹈学院在上学，在学习舞蹈。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南琴，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独自一人到北京来上学。那个时期的我就是首先很会需要很多的勇气，然后要学会独立。但那个时候呢，在南琴呢有很多的，我是班里面最小的嘛，然后哥哥都会照顾我。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南琴，我们就经常会一起听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听的歌现在回忆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啊。今天这个他们给我安排了很多小游戏折磨我，也不是折磨，我看看啊，请工作人员播放歌曲前五秒，我需要准确说出歌曲名字，否则要接受惩罚。什么惩罚？好吧，不管，那就这个。啊，待会儿给我看哈。哎，那他们会，你们可以提示我吗？他们可以提示我吗？哎，听到了，他们说，如果你们在屏幕里面提示我答案，我也要受到惩罚。所以不要，当然我也不害怕惩罚，有什么好惩罚的，好吧，来吧，接受挑战。来，老师，谢谢老师播放第一首歌，我来猜一下，前奏好了，停，知道了。哦，要唱出来吗？还是说出来？好，那你接着放吧，老师，谢谢。这个还太简单了吧，这个想罚我没那么容易。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OK， 必对啊！要错了，我自罚三杯。大城小爱，三杯，三杯对了，大城小爱对了啊！大城小爱。好，第二首。谢谢老师，第二首歌我们来一下。完了啊，没了啊！哎呦呦，这个不已经不是耳熟不耳熟的问题，完全很陌生，什么都没听过，这个、我肯定猜不出来。你公布吧。从前慢我会呀、啊，可是为什么前奏听不出来啊？啊！你们肯定是吗？是从前慢不？从前慢前奏不是这样的吧？来吧，那是惩罚还是？啊，全部好，那第三首，谢谢老师，第三首。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妈唱的。我的敏涛妈妈唱的，红色高跟鞋。该怎么去形容你？
就才算特别，跟你的就越强烈，暖暖暖来了解，只凭直觉，你想我在被子里的舒服，却又想要不要弹这么高啊，捉住摸不住。对，肯定对了，红色高跟鞋。第四首，停。晴天，来唱给你们听。来，晴天对吧？是晴天吧？来放。固执的小黄花。匆匆是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记忆一直忘到现在，嗦嗦嗦西哆西啦嗦啦西西西西啦西啦嗦，吹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掉落，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在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教室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好了，对了，对了，对了。是要唱吗？啊，好了，啊，最后一首啦。答案答那个成功率还挺高的。停，这还不简单，差点就直接接了。就刚刚那个，其实从前慢我也听过，只是来。中华小曲库闹呢啊。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来，对吧？他说，答对喽，答对了，就一个没答对，好，接受惩罚吧。一个惩罚是吧？还要让他们学啊？还他我被罚还得让你们来学。第一个惩罚叫，请对粉丝说一段彩虹屁。第二个是，请模仿一个最近最常用的表情包。C， 请用家乡话说一句撒娇的话。D。请爆料一个自己的糗事啊？什么？答吧。全部啊，全部都来一遍，哈，哈，哎呀，真的是很坏啊！全部都来一遍，我觉得有点过分啊。有点过分，我刚白答对了吗？不是，对不对？你选吧，选什么？我看看选什么的比较多。我现在看到 C D， 一般都 C D 多一些啊、哦。C 比较多是吧？请用家乡话说一句撒娇的话。好，家乡话，撒娇。那撒娇的话说什么呢？我这个人你们也知道，我最不会撒娇了。我什么时候撒过娇啊？啊，
我这么 man， 这么 healthy， 什么时候撒过娇啊？撒娇，撒娇，我想啊，嗯，那我就说，我先用普通话说，正常的说一遍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快叫大家来，快叫大家过来听我唱歌，好吧？我用这样话说。快点要大家来听我唱歌啊！这里空气都安静了。好了，这算罚过了吧？算是罚过了吧？哎呦天哪！这首歌这两天比较火，比较红。然后呢，我觉得很适合我对你们唱。然后非常感谢你们的一路对我的跟我的陪伴，给我的鼓励，还有我一直以来给我特别强烈而有力量的信心。所以呢，这首歌。猜到了，那当然，那我就通过这个直播的这个屏幕把这首歌唱给你们，但我只会唱副歌，我不说歌名了，我直接唱啊。听清楚了吗？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伸出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再来一次，我刚没唱好，再来一次。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爱你们。